你得让他看见你救你，不想救你别人，不可以让那个找主。让看见救你的过程，受点压力，受点一踩就不打点不打点，但是你不要久，一久就垮了，就没有了。还叫外的，把这个嘟嘟叫起就行。一踩踩出手的，都没有用。弄散了，看看那视频拍的，看见救的过程。不是一人一台，我也不行。我建议以后要救出我这边的胳膊了，头发胳膊。对对对，简单就。